输给这个前十的库珀已经有30次了，这次遇见终于拿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西瓜。藏在直播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，我们遇到他就没有赢过啊。他这个库珀的熟练度特别高，抓机会能力很强，一不留神就直接全盘击击。所以说我们打库珀一定要记住他每个传送的点位是很关键的，好吧？给个点赞支持支持，我们进入游戏看一下。点一下那个望远镜啊。还有六秒。他肯定在揪那里啊，肯定在揪那里啊。哎，有家，天堂有家。去天堂那里了，天堂梯子那位置。要跟你进。猫隐身。我这打到也太差了吧，动都动不了。猫隐身。两个在下面。对。那我去动吧，那我也会有去卖吧。我喝个元素。哎，猫的天堂。好 ，OK。我过来推一下。就离谱啊，猫在天堂也是抓我。哎，我都不敢帮助了，我帮助就死了。在我这。好。我再推。就让我推。带那个。OK， 我上了。无所谓，死了直接上梯子了。走。他没拍死他，我死了他没拍，没去拿我。摸一下呀。忘了。紧张了。拍子没蓄势打死我。梯子。啊，我死了。放了，我踩家了，完了。啊，哎，这两个奶酪又很难，这两个奶酪真有点难说。你怎么又死在？你没事干，能不能不要装别人东西？我救，你帮。你是咋的？我看到我猫发现我大餐有机会，绑天堂。我这是虚幻一下。我操！怎么有？谁先推完？两家子，好送啊，两个好送。天堂的夹子都被你踩完了呀！哎，啊对，都有踩完。我搞不懂你们两个为什么没事喜欢装别人东西啊？哎，来了，他就在等我，兄弟。你们两个为什么喜欢装别人东西啊？他怎么多离谱吗？他就在那等我，你知道吗？难道你为什么要去装别人东西？我也不知道有夹子。还有夹子，兄弟们，还有放了是吧？三个夹子，还有夹。我来转一下，放心，他不在这儿啊，你们准备去换他？你们准备去换的？要啊，你们死了准备去换。我 OK。我推，我把夹子全踩，了。哎，不能踩，他回去了。哦，行。我又出来，我又踩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没事干，不要被拍了。我去换。哎，被拍了，去换。我去。队友被绑上。他看到你了，瓜，他要去天堂了。哇，救的好慢。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就这样子。我能救。帅气大队，靠近武器大队，来门口。直接你踢走了。行，不掉了，他有位血给你打后面。不夹板推是最安全的，夹板他在那边不在，抓你下小点啊，传送点不好是吧？我推哪了？我推完，你也推哪？天堂夹子，他又不去放，又没事干，不要抓他的天堂，你跳出就行了，跳出你不会踩到，跳出，哎，就拿了手机拿起来，没踩，他不跳出无所谓，你一个先踩到了，你就死掉了，没蓄力了，他在蓄势了。带叙事的好呀！哎呀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有钱买就买了，有钱买下楼。我没钱啊，钱不够啊，下来，状态一下。啊，没抓。哎，没装到是。快呀，一两分钟了呀，我如落针毡啊！我在那火箭上，屁股都坐麻了。哎，我靠！换一下，你们去换一下，我在火箭上的。换什么？来不及了，你还去换他？怎么来不及？两分钟怎么来不及？可以。哎呀，我门呐！啊门！是我下来看不到门。哎，就你又前面有夹子，要跳。完了，有夹子，过不去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能，你能不能别管他了呀？推都推完了，你硬要去管他干什么？慢点，别慌了，慢点。我注意力没在那个，我叫他们。来个人跟我推，推都推完了，硬要过去就手他，他有什么用啊？他推不了吗？没事，兄弟们，我推完，推完。你把光换了是吧？啊，实际我把光换了。
没事没事，这个时间已经够破了，不会让你飞的。看我，我隐身直接去玩了。哎，我要死了！哎，隐身去救救一波。别砸别砸别砸！别动小气，别动别动，先把这炮击破了再说，先把炮击破了再说。滚！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。下一个啊。来来来，直接装了装，准备好。来，等一下。我害怕他，他打我，我以为他知道倒我在本。梯子，进梯子了，进梯子了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快快快快快！应该是没道具，想买道具。啊，想用白花裤子大。想用白花裤子大。OK。有机会。Nice。哇，